秀的管乐团在高铁婚姻站内带来一首又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，也请这些游客听下来欣赏。正式大型的场合，我们的孩子是头一次的对外的演出。今天呢，我们也邀请了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啊，回到学校啊，一起到高铁站这边来，一起为我们云林县的旅客呢，一起来演出。好，我们把云林高铁站当成一个大型的音乐厅，好，能够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次的管乐的飨宴。这是高铁婚姻站开通以后，就提供大厅的空间，和艺文团体进行演出。到了国小的管乐团，就是透过申请来这进行的。这嘛是学生头一届在高铁来展现因的学习成果。虽然紧张，但是大家也是将上好的实力表现出来。很紧张，也很开心可以来这里表演。你准备要带给大家什么感受？让他们觉得，斗六国小是非常厉害的团队。这大厅的空间，就伫到了国小管乐团的演出下，增添一份活泼快乐的气氛。高铁婚姻站专员吴桂英表示，因真欢迎大家下当踊跃来高铁，展现上自信的一面。高铁婚姻站第一次有这么大团的管弦乐来这边表演，那我相信呢，旅客们呢在享受到这样的音乐飨宴呢，应该跟我们的心情是一样，非常的真心，也非常喜爱的。那我们希望今天的演出呢，让所有旅客能够一起同乐。那在大厅的营造之下，这气氛非常适合多才多艺的表演一些演出，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报名到高铁云林车站。那希望呢大家喜爱这个一起来的活动，能够一起多多来报名参与。好，等待坐车，唔那只是等待，麦当透过音乐的欣赏，和大家在旅程中有了无同款美好的回忆。记者王真心。长不多。